究竟 Selina 能不能顺利挑战成功呢？这我还真的会。对啊，我更不会。喷嚏。给我一个部首好不好？拜托。三点水。哎，不不，口部啦，口部啦，口。啊？你不要乱讲，口部。口部。好。等一下。不是，你方向是对的。时间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笨蛋的答案。好玩嘛，好玩嘛，这是冠军啊！你第一个 T 这个是感激涕零的 T， 是眼泪，不可能是喷嚏的 T， 对不对？你刚跟我说三点水，你骗人！我就是骗你一下。然后这个 T 方向是对，口部，但这个是不行的，就是没有这东西。这个字你说念什么？这肯定念 T 啊！我不晓得，不认识这个字。来，嘉华，你下次字可以写大一点吗？我现在看到了，我还是不会写。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不是啊？哎，对不对？这样，然后中间有个田，田，然后再一个那个什么，下面一个是脾，这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就这样 ，T， 好，下一题，你跟我讲哪一题你有机，你有把握了，我就选那一题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没有办法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先考第九题，命途多舛的舛怎么写？这个是不难，这点我都会。我现在头很晕啊。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我手机呢？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啊！你变成外面的外。好，嘉华，等一下，喘就这样，你不要想。哦，我知道，这样。好，你反过来。这样，你反过来。这样吗？你要试几次？你自己看你在写什么。好了，对对对，喘就是这样子啊，命运多舛，对不对？哇，哎呦，我真的很累。哎，你有没有哪一个可能会的？好，官夫，官夫，好，官夫，官寡孤独，官夫的官的怎么写？鱼部吧，对不对？鱼，一边是个鱼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啦？鱼，鱼，一边是鱼啊。你知道你，你婆婆现在已经在刷遥控器了。好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太难了吧？官，这是。这是一种新的生物，就是鱼跟骡子结合。鱼骡，皮累累的，皮累累啊！我看到官夫，我会知道那个字念官。再一个，哎呦，哎，他写对了，哈。我看，